今天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，要告别我们的天宫家园了。自神舟十七号发射以来，我们度过了充实难忘的188天，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关怀下，在工程全线战友的坚定支持下，我们完成了既定任务，全力跑好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二棒。在这里，我代表春组感谢曙光与北京的日夜守护，感谢天宫与银河的悉心支持，感谢天路青山仰望的一路陪伴，感谢神舟长征东风的奋力托举。我们或许从未见面，但你们的声音早已回荡在天宫，回荡在我们的心间。我们更深知载人航天的一次又一次成功离不开14个大系统的密切协同。在这里向每一名载人航天的奋斗者、攀登者致敬。我们即将告别我们一起工作生活了188天的太空家园，这是我们的圆梦之地，更是一代又一代航天人不懈奋斗的丰碑。我相信神舟十八号乘组会接替我们圆满完成后续任务。我更坚信在不远的将来，我们不仅会重返天宫，还会让中国人的脚步迈向更深更远的深空。中国航天永远值得期待。